will be on this plastic box that I've been wondering all the time. Now it's time to take what's mine. I got no time. 永安渔港啊，好怀念啊！哎，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永安渔港。 这里哦，假日的时候的人满为患哈，是不是也会有就是回来之后再叫卖的那个场次才有？有有有，那基本上呢，好像那要挑时间。那个我好喜货进场，也他，哎对对对，应该在对面那一栋，那个真的超嗨的。对对对，好了，展开我们今天一天的行程了。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了，今天没中啊，我们要在公布这一集的主题之前，我们要先。 请两位来个大PK，PK完才讲主题啊、哦！对对对对，这么神秘哦！但是我觉得你们最近设计的每个 PK 我都输了，我是因为运气好还是我其实变强了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想让你，<笑>没有这回事好不好？你们有暗盘对不对？确定吗？确定啊，不重要。好了，走啊，就是要 PK， 我们就来 PK 啊！去哪里逼？去哪里逼？旁边吗？对，旁边。那就走了 ，Go。这不对哦，等一下，什么 PK 啊？ 上去怎么比啊？对，要问他教练，请教练。教练好。我好年纪的教练。对，那就欢迎各位来到桃园天然气学习园区哈。那我们这里是拥有61项高低空设施，61。对对对。那包含传统的高空哈，还有低空，那甚至还有一些自我确保设施。那待会各位可能会挑战到的是我们高空的独木桥。是。就是后面各位刚刚看到的气球的部分。哎呦。那待会以后既是兄弟既要 PK， 那待会我们会在上面做一个交换的状态。下回交换什么？交换结婚戒指。交换位置。它上面多宽？可以吗？非常大，那个平台非常大。平台非常大。对，它就是足够两位在上面做。它就是一条柱子而已。以我目测，这个平台真的是大到就像我两只脚刚好。如果说是这样子，哇，你看，因为我们的资历点，对啊。 也不行，我觉得会掉，百分之2万会掉。喝了，来吧。不，你看看，好了，好，怎么做我们就上去要交换嘛，然后才交换之后才就可以踩，才可以踩对方的气球。没有交换请踩过都算扣分。嗯，好，我们交换的位置在上面红色的地方，红色地方，那尽情的享受。好好好好好，好来吧，来吧，上吧。有点难呢，这真的，哎呀。 哎，小，哎，小，哎，小！我操，这个不好爬哎、欸，这个动难爬哎、欸，你挺乖的啦，哦，哎。 不上来了，等一下我先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还要踩气球，等一下我根本站不住啊，我脚会滑哎、欸。哦，这个不行啊，这怎么走啊？不行啊，我没有办法。等一下我连站我都站不稳哎、欸，我脚踩不住啊。等一下，我试试看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两个人，这木头一直在晃哎、欸，怎么平衡啊？ 教练，不行啊！哦，好高，不能看下面。等一下，我要蹲下，我要蹲下，我要试蹲下的方法。哎、欸，教练，请问一下，这要怎么平衡啊？慢慢站起来哦，然后伤口可以打开，尝试去做平衡，然后慢的，慢的去移动。等一下，都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去接受的，所以慢慢走就好。别让自己习惯，就站在上面。教练，我的脚会抖，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，这个。哎、欸。 会抖是真的没有办法平，它是圆的，我以为上面是平的哎、欸，又流手汗吗？我手汗超多、欸，我现在整个手都一下都湿了，<笑>不是，等一下，这样子，你先跑过来，我再跑过去，我接住你，然后我们一起下去，<笑>我认输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你真的跑得过来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跑过来，我一定接住你的。<笑> 这连平衡都有问题耶！我跟我儿子讲过一句话，很多事情面对的时候就要勇敢。
但是不行就说不行。妈咪，我不行啊！我的手都是汗呐！可以，慢慢走，可以。如果还是人的话，有看到技巧下来。哎，我们技巧都踢掉好不好？对，不是啊，我没有办法管他了啦。喂，你不要摇啦！没有办法跨。你要跨呀？你干嘛？你像。你像鬼，我没鬼啊！你像鬼，我的，你像鬼，你走开，回去，你回去，我在走，对啊，你回去，不要急，你回去，我到了，你过来，准备下降，准备下降，你的人在那，然后我要往后坐吗？对，往后坐，这样比较舒服，然后怎么开始下降？Oh my god！ 哦，这样比较舒服，我全身汗呢。啊，对，我全身汗呢。哎，阿辉啊，我跟你说哈，全国观众都在看，好不好？你至少要走出去啦。对，这一步一定要做到啊。哎，我是被你赶回来哎。啊，真的吗？你像鬼，我没鬼啊！你像鬼，完了，你像鬼，你走开，回去，你回去，我在走。哎，刚才就是那个黑羊跟白羊在过桥，还好我是善良的羊，真的，来加油啊！加油！手很湿啊！加油！小心你脚下有个白色的球。我才不要理他嘞！白色球！我才不要理他嘞！加油！到，这个真的很有道，辉哥踩一车，来踩一个，帅，是啊，我心跳很快，哦，nice。我要下降，教练。那我要往快走一步哦。下降。哦，你摸了手。我走也是湿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发现高空弹跳我可以，就是要站，哇，面对那个高度我可以。但是如果说要像那种要走出去的，我觉得，好可怕！天哪！哇塞！哎，那我们现在下来了，走不出去哎。所以这个 PK 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恭喜黄登威获胜！没有，他没有交换，我们没有过他，我们没有完成交换，我们没有过他，把他推回去。但是我们是最后开始下降气球数啊。那我一开始就踩气球就好了。那你别踩啊！对你们，因为我想说都剩两颗，不然就顺便踩看，结果真的踩破了。而且搞不好等一下赢的也没有比较好看。那我们这一次的系列就是要玩斗灰旅行社。旅行社，因为我们来到桃园新竹地区嘛，是这一站也算是一个旅行社，这边也算一个旅行社，帅哦！我觉得这一站值得来，教练，麻烦一下，教练来一下，好，是来请教一下哈，要来玩我们这样子的体验跟勇气的挑战，大概年龄介于几岁到几岁？建议7岁到77之间，7到77，七岁就可以。好，那七岁身高限制是多少？我们基本上限制大概落在120。懂了，所以呢，我是觉得这一站呢。推蛮适合的，很好，因为我觉得勇气这件事情是需要在体验中，然后去成长，对，而且在安全的地方体验，让你知道自己的极限跟可以突破的那个点在哪。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往哪去？接下来旅行社嘛，开旅行社，对，是的，就会有老板跟员工。哎呦，那赢的那个就是老板，输家就是员工。老板要干嘛？员工要干嘛？老板，你可以指挥员工去做一些事情。这么爽啊！你头家呢？这真的是好康哎。但是你不觉得？那我指挥你干嘛？如果没有我先站在前面走给你看是安全的，你敢走？我不是那种惯老板、坏老板。对了，是吗？我昨天才跟我讲说，科技业24小时责任制。OK，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清单，这一次就是要把自己想找到。采果异国可以吃的话，哇塞，创意，白小动物。我们先往哪去？采果乐。好，去开车。民工。嗯，阿伯嘞。
老板，对啊，要有司机啊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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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